近千个啊，很容易念错的英文单字啊，继续再看这第二部分啊，分三部分小碗啊。这个字怎么念啊？这些字都不好念啊，也当然也容易念错啊。Chemotherapy 啊，当然了，它也另外一个念法，很多美国人他就不念 chemo， 他念 chemotherapy。Chemotherapy 啊，所以两个都可以啊。一般字典是写 chemo 啊，但念 chemo 没关系啊。Chemotherapy 都可以啊，化学疗法、化学治疗方法，像这个啊就比较少见，也不太好念，因为它是这个西班牙文啊，它是什么呢？墨西哥一个烧烤啊，烧烤很有名的 Chipotle。Chipotle 啊，所以看起来这边不像啊，不像这个啊，跟这个字念起来好像 Chipotle 啊，看这个字应该是 Chipotle 或 Chipotle 啊，这不是 Chipotle 啊 ，Chipotle 啊，然后这个也不好念 ，Chlorophyll 啊，叶绿素啊，职业的，所以很多。树啊，树叶啊，包括树叶还有树干、树枝都是绿色的啊，有叶绿素啊。Chlorophyll 啊，不好念啊，这个也不好念啊。Cholesterol 啊，胆固醇啊，也不好念。哦，这个更难念，菊花啊，菊树或菊花啊 ，chrysanthemum 啊，四个音节啊，英文是音节字 ，chrysanthemum 啊，不好念，但是它也没什么简写啊，像犀牛和马很难念啊，可是它有简写啊，菊花就没有，然后这个 cicada 啊，它是蝉啊，那个树上那个蝉啊，叫声音啊，震动频率很高啊，声音也不是很尖啊，就蛮吵的啊，它频率很高啊，蝉啊 ，cicada 啊，但是英文念啊，不，美国人啊，一般是念 cicada 啊，可是我看这个很多啊。外国人的啊，念 cicada 啊，但也算了啊，但是正统的念法是 cicada 啊 ，cicada。因为我看美剧啊，很多人都念 cicada 啊，因为这个字本身也是少呀，就是像美剧或者电影啊，当然有英国剧啊，有些他们也念错啊，因为就是比较少见一点的字啊，因为他们演员也是很多字不认识啊，不，你看他这讲话，这个美剧啊、电影啊，讲得很流利，那都是剧本写的嘛，他很多字他也不认识啊，要查查字典啊，或者有些正音班的啊，然后 cirrhosis 啊，这些字都不好念 ，cirrhosis 肝硬化啊，肝硬化 cirrhosis 啊。cleanser 啊，我们一般一看到 clean 就想到 clean 嘛啊，可是没有错啊，一般是念 clean， 可是清洁剂啊也可以当人清洁工人啊，因为 er 嘛或者 or 啊可以当人啊也可以当物品，那用在这里清洁剂或清洁工人的时候，他就不念 cleanser， 他念 cleanser 啊，所以这个很讨厌啊，所以这个一般念错念到 cleanser， click。啊 ，click 啊，等于 UE 都不发音的、click， 就是派系啊，党派啊，我们说分门派系啊，这个党下面还有派系啊 ，click。那你看这几个都是衣服啊，你说这是很简单吧？啊，这是都是跟衣服有关系啊，为什么搞出来？因为这个发音的差距很大。我们像啊，我们先看这个最简单 ，clothes。clothes 就是也可以当动衣服啦 clothes 啊，
衣服，当然它也可以当寝具啊，但是一般用的少一点啊。clothes 啊，这个没问题嘛。可是你看啊，我们再看第二，看动词啊，加一个一啊，就是不是把 s 去掉啊，变成一 clothes 啊，这个字啊音很轻啊，就做个嘴型一点点啊，因为这子音嘛，不发音。是动词啊，穿衣服啊，或者覆盖上去啊。本来最早就是当时穿衣服啊，但是后来也慢慢变成了披上去啊，覆盖上 clothes。你看，衣服是 clothes， 动词是 clothes 啊。然后呢，布料呢？布料啊，你看又少一个，你看衣服是 es 啊，动词 s 去掉，啊 e 又去掉，又变成布料啊。布啊，衣料啊，也可以当桌巾啊，餐巾 cloth， 你看就不一样，它就不是欧啊。那说这个藏在哪里了？这欧就是不卷舌，欧洲啊，欧洲不卷舌嘛，欧啊不太卷舌嘛。哦，有点像澳洲的啊，那个澳一点点像啊，带一点点阿林 cloth， 音就不一样，它就卷舌音，这很卷舌啊。但是这个词要出来点 cloth， 因为这个词没有出来，人家会听成爪子啊，爪子，爪子 ，c l a w 啊，野兽的爪子，爪子啊，就是那个是 c， 就那个念 c l a w 念 cloth 啊，所以这词要出来点 cloth。那你看这衣服类呢啊，这个衣服的总称啊，也可以当这覆盖物啊 ，clothing。Clothing， 你看，光是这四个不一样。你看 ，cloth，clothes，clothing 啊，就是这学问就在这里啊。然后 cocaine 啊，就是古柯碱啊，毒品啊 ，cocaine。那这个 coco 呢？啊 ，coco， 它没有 a 的话也是念 coco 啊，加一个 a 也是 coco 啊。就是不是可可果子啊，是可可粉 coco 啊 ，cocoon 啊就茧嘛啊，就是一些昆虫啊它要破茧而出嘛啊，蝴蝶也是嘛啊，破茧而出 ，cocoon 啊这个第二个音节 cocoon 啊 ，coleslaw 啊这也不好念 ，coleslaw 啊就是一种。凉拌菜 啊外国人比较吃，因为英文嘛都外国人用的凉拌卷心菜啊，这个也是凉拌菜，外国人常用啊，可是我们一般人可能就很少用啊。coleslaw 啊，所以我们这边讲个观念啊，像我们这学单字啊，有时候觉得哎，这我们好像台湾啊中国大陆很少用，可是你学英文啊，英文要以外国人为主啊，外国人常用的啊，我们中国台湾啊，中国或者是台湾或者新加坡啊，或者香港啊，我们很少用。可是要说近水熟啊，你学英文有机会就出国念书嘛，出国旅游嘛，观光嘛，啊，这个探亲嘛，啊，甚至移民嘛，所以也是就是外国人常用的、常吃的啊，或者外国一些的观念。啊，这跟英文有关，所以我们要以外国人的习惯为主啊，那不然就不要学英文嘛。如果我只学英文，可是我不学文化，因为其实表面上学英文呢、啊，其实是学文化啊，文化语言只是工具嘛啊，更内在的是文化嘛啊，所以就是外国很多菜，说我们这个中国菜没有啊，台湾菜没有啊，可是你学英文嘛，学文化嘛啊，是外国人吃什么啊？那美国也没有什么美国菜啦，那美国也都大杂烩，人也是四面八方移民过来啊，菜也是啊，像法国菜啊，一下西班牙菜啊，墨西哥菜啊，这些的。Calcium 啊，它不念 O， 不念 Coli， 它念 Cali 啊，所以英文啊，英国人啊 ，O 就几乎都念 O。可是美语啊，就 O 常常念成 R 啊，
但是两个 R 啦，这是卷舌的 R， 还有一个是像那个大写的 A 一样，没有那个一横的，那是不卷舌 R 啊，带鹅的音。看类似一样啊，就体育馆啦、大剧场啊、竞技场这些啊。College 啊，这个字很容易跟那个 college 大专院校啊 ，college 很容易混在一起啊，这不是啊，这是 college， 这个是啊字典写错了，它都是啊第一个音节 college， 同事啊，也可以当动词啊，联合在一起，还有同事嘛啊，同事要合作嘛，联合在一起啊。让 Colonel 就是陆军上校啊，因为这个美国啊，陆海空军啊，它的阶级也不一样啊，一般以陆军为主啊 ，Colonel 啊，所以，然后这 Colonel 这一般人应该还好都会啊，这但这个音是发最下面啊，然后。Colonnade 啊，你看它重音在这里。Colonnade 啊，就柱廊啊，一些罗马式的建筑啊，啊，有这个走廊啊，啊，上面有屋顶啊、瓦片啊，还有柱子啊，叫柱廊啊。Colonnade。Colossal 啊，这个字啊 ，colossal 就是很巨大的啊，非常形容词嘛，很巨大。Colossal， 那这个比较简单。Columbia 啊，你看他们那个英文 啊常常 U 啊这个字母就念 U 啊，可是也不一定啊，像这边念 R 啊，所以这个很乱嘛。所以英文的字母我们讲是母音啊，母音发什么很乱七八糟啊。Columbia 啊，哥伦比亚啊，也是一个国家嘛，也是像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嘛，所以这个很多了啊。Comatose 啊，这个很多人这个字不认识啊，这个字算是难一点啊，就是昏睡的形容词啊，没有睡着啊，但是就是想睡，昏昏啊，昏昏欲睡啊。Comatose， coon 啊，就梳子啊 ，b 不发音，所以 b 在 n 后面几乎都不发音。coon 啊。梳子啊，但是它的意思比较复杂，一般就梳子大家认识嘛。可是也可以当鸡冠啊，这个鸡啊上面那个头上有个红冠，红色的鸡冠啊，也可以当蜂巢啊。你看这个很特殊啊，就三个不同意思啊。但一般最常用是梳子嘛，啊，这种名词嘛，也可以当动词搜查，就等于那个 search 啊。你看这个字也可以当搜查。因为梳子啊，梳头发嘛，好像梳梳梳一直梳，好像去找什么东西一样，就搜查啊。Complementary 啊，这个字母比较多，也不好念。Complementary 啊，就五个音节，英文是由音节组成的嘛，那中文就不一样，一字一音啊。Complementary 啊，这个字也讨厌啊，所以英文一字多义最麻烦。也可以当恭维的啊，讲好听的话，也可以当问候人家啊，恭维的跟问候的不太一样。也可以当免费的啊，免费就赠送嘛，免费的。你看，同样三个意思，所以这讨厌啊。所以你看那个外国人写文章啊，你以为他是恭维的 Complementary 啊，他不是，他是免费的啊。Composite 啊，第二个音节是合成的，也可以当名词，合成的东西啊。Concerto， 你看这个又来了 ，C 应该是 concerto 啊，或 concerto， 它是 concerto， 协奏曲啊，啊，这种发音都很不规则的。然后 concierge 也是法文过来的 ，concierge 就门房啊，看门的人。以前字典写文言文写私婚啊，私婚人家看不懂，就门房嘛，就等于在外面啊，看门人啊 ，concierge， 也可以当啊旅馆啊服务台的人员啊 ，concubine 啊，你看这个 i 嘛，它又不念 bin，concubine， 它念 concubine
啊，就是不规则，就是古代的妾啊。那现在已经像是法律吧，只能有一个太太嘛，就没有妾了嘛，就变小老婆啊，嫔妇啊，小老婆，小三。这小三就可以用 concubine， 就是古代的妾啊 ，confetti。Confetti 啊，就是五彩的碎纸啊，就是什么有什么庆典啊，或庆祝什么事情啊，人家过生日啊，就是有那种五彩碎纸往上面一丢，或者从上面掉下来啊，缤纷的感觉。但是比较特殊，它也可以当糖果啊，当着少用一点。Connoisseur 啊，那这个字很难写啊，所以这种很多啊，中英白后面都发文过来的啊。Connoisseur， 那这个你光是看这个字啊，你联想不到 Connoisseur 啊，这样子念法，就鉴赏家、行家啊、专家。你看这个字啊，它两个发，一个是 Consul 啊，我们先看下面比较常用啊，下面 Consul 啊 ，Consul 就是安慰啊，安慰啊，可是它发第一个音节 Consul 就是操作台啦。起重机啊，大理起重机它一个操纵台啊。那你说操纵室啊，中控室啊，只要不要太大的，它通常这个不会太大，小一点的中控室啊，都可以当这个啊，就是反正有工作人员啊在里面操作机器的意思啊。Constituency 啊，这个字也比较不好写，字母多一点，可这个字很实用啊，选区。我们说台湾选立法委员啊，选区啊，地级选区，选举区就是 constituency 啊，这个字也是不好念 constituency。constraint 啊，你看这个 i 啊，它也念字母的 i 啊，可它通常念 e 啊 ，e 比较多啊，它这边也念 i 啊，不规则 contract 啊 ，contract。它这个有两种音啊 ，contrite 有人念啊 ，contrite 有念啊，像我是念 contrite 啊，比较顺啊 ，contrite， 两个都可以啊，就是悔罪的啊，不是悔过，悔过你不一定犯罪啊，就是犯罪啊，有点后悔 ，contrite 啊，我是念 contrite 啊 ，contrite， 你看吧，这 contrite 就对了啊。所以前面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写错啊 ？Contract 啊，可能有人念吧。Contract 就是发明啊，或者策划啊。Contract 动词啊 ，contract。所以英文念的好像这种尾音啊，算是子音啊，可是还要出来一点啊。你如果完全没有念出来，叫 contract 啊，就差一点啊。那你就嘴型出来一点 ，contract。Contrive 啊，这样子啊，就比较细致一点啊。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英文发音啊，我们觉得字正腔圆了，可是没有外国的味道，没有外国的味道，就是细节啊，一就是母音的精确性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东西啊。你说你念得很准，可是 V 没有出来就差一点啊。你这个出来啊，就是细节注意到 Contrive。Contrive 啊，有一个五的感觉啊，外国人就说哦，你的发音很精致啊，不然一般可能是念到 contrive 啊，就差一点。Convalesce 啊 ，convalesce 啊，这也是中医在后面也是很奇怪 ，convalesce 就是啊，病好啦啊，受伤好啦，痊愈了 ，convalesce 啊，名词啊。你看 COP 啊，看 O 嘛啊，有边念边嘛，应该 COP 啊，不是 CUP， 就警察嘛啊，这个看过美剧都知道嘛，警察就 CUP 啊，因为那 police 啊，也不能也很简单啊，可他们习惯 CUP 啊，但是跟杯子不一样啊，跟那个杯子不一样，杯子是 CUP， 是那个 R 啊，是那个大写的 A 没有中间那一杠，那个是 CUP。代表的音 cup 啊，这是 cup 不一样啊，所以警察呢是 cup 啊，卷舌音，杯子是 cup 啊，就不一样啊，一般可能都混在一起啊。名词啊是警察啊，动词可以当警察就要逮捕人家嘛，抓住了。
可是英文就很讨厌了，他一直都有时候他的意思啊不相干啊，甚至有一点相反的啊，他也可以当偷窃。那警察怎么会偷窃嘛？可他只有偷窃意思，所以很奇怪啊。像你看 COPY 有边念边骂 copy copy 啊，所以很多人都说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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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 copy copy 啊。英国有的念 copy 啊，英文比较念 old 音多，我们这边都讲美国是美国音嘛 ，KK 音标美国音嘛，因为美国道理比较强嘛 ，copy 啊 ，copy 是副本，复制品啊。拷贝啊，拷贝就从这个 copy 过来啊，不要念 copy 啊。这个很奇怪啊，这军团呢 啊，这一大堆军人军团啊，以前最早是从啊罗马军团过来的啊。你看他 S 不发音 ，corps，P 也不发音 ，S 不发音，怎么办呢？你看这应该 corps 啊，他只念 corps 啊 ，P 跟 S 都不发音，而且是卷舌的 or 啊，不是。不是 core， 是 core 啊 ，corpuscle 啊，这也不好念，雪球嘛，雪球有红雪球嘛，啊，有白雪球嘛，啊，当然另外还有雪浆嘛，啊，雪小板啊，雪浆就不是红色，雪浆就黄色，很奇怪，提炼出这是提炼出来的啊 ，corpuscle 啊，这不好念啊，雪球 ，corpuscle 不好念啊。那成功啊啊，成功就是 coup 啊，你看 P 也不发音，一般念 Cooper 嘛，啊 P 不发音 coup 啊，成功啊，或者是妙计啊 ，coup d'état 啊，这是也是发音过来啊，重音在后面，因为这个写的时候这边就有一个啊，有一个这个点啊，有一撇啊 ，coup d'état 啊，就政变啊，政变啊，啊政变成功了啊 ，coup 成功嘛。啊正面成功啊 ，coup d'état 然后这个折价券啊，减价券啊，或者折价、啊、什么优待券啊 ，coupon 啊，就是外国人以前报纸上啊，尤其到礼拜六、礼拜天假日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啊，要促进生意啊，做生意啊，就像减价券啊，吸引你去什么附近大的超市啊、量贩店去买东西啊，可以减下来哦，这个打九折啊，或者少一块两块美金啊 ，coupon。那他又不念 coupon， 他念 coupon 啊。啊，这是 coyote 啊，这个音标写的有点怪怪的啊。不管了，反正就是 coyote 啊 ，coyote。它是土狼啊，啊，另外也可以当这个美国人寿集团啊，好像叫，那就在德州那边啊，那边有土狼啊，啊，就把比喻成人寿集团的人啊 ，coyote，convict 啊，这是领巾啊，男人女人都有啊，男人以前你看那西部片啊，风沙很大啊，所以那个骑士啊，或者是骑兵啊。这波上有那个领巾，为什么风沙沙尘暴啊？风沙大的时候啊，领巾就往上拉啊，可以遮住啊，遮住嘴巴啊，或者鼻子啊，就不会进沙啊，可以累的啊。那生物呢？它是念 creature 啊，不是 creature 啊，很多念 creature 不是 creature 啊。crepe 啊，这个你说 crepe 什么东西啊？可乐饼啊，可乐饼 ，crepe 啊 ，crocodile 啊，这个是啊，这个当然一般人会念了 ，crocodile， 你看这 d l e 嘛，好像应该念 crocodile 啊，它又不是啊，它是念 i 啊 ，crocodile， 这是非洲啊，非洲的大鳄鱼啊，它的鼻子啊，其实也是嘴啊。比较长，那是非洲啊啊，亚洲也有啊。那美洲啊，美洲的鳄鱼另外一个字就是 alligator 啊 ，alligator 那个就是短吻鳄，就是它鼻子啊嘴巴短一点啊。这种 crocodile 是鼻子比较长 ，croissant 啊，这也是法文了、啊，就可颂嘛。翻译用音翻过来就可颂面包嘛，可是可颂没意思嘛，它是
音译过来，那叫牛角面包啊，那就对了，像那个牛的角，法国牛角面包啊，加奶油啊，或加起司，或加什么很好吃，快上啊，它本身就有一点，里面就放一点奶油味，奶油，然后一丝一丝的，很好吃啊，快上。Crustacean 啊 ，Crustacean 什么意思啊？甲壳类的动物 ，Crustacean 啊 ，Cucumber 啊 ，Cucumber 啊，所以这边啊，如果没有念啊，或者是没有音标出来，那这些字不要念到西伯利亚去了啊。Cucumber 啊，黄瓜啊，有人讲胡瓜 ，Cupidity 啊，就是名词啊。因为 TY 啊，大部分是名词比较多，叫贪心啊、贪财啊 ，cupidity。Curry 啊，这种咖喱嘛，这很有名，还有 NBA 的像最有名的神射手啊 ，Curry， 一般念成 Curry 啊，但是 R 不发音啊，从这边看出来了 ，R 不发音啊 ，Curry 啊，不是 Curry 啊，不发音啊。像铁也是嘛 ，iron 也不是 iron， 是 iron 啊，这种比较特殊，而且不发音 curry 啊，像这个是大写专名 ，czar 就是什么沙皇，那时候我学沙皇干嘛？那是古代的人物啊，现在用不到，哎，用得到，他也可以是独裁者啊，独裁者啊，因为沙皇呢蛮独裁的嘛，叫独裁 czar 啊 ，check。啊 ，check 就跟那个检查 ，check 检查啊 ，check 核对啊，检查是同音啊，所以英文很多字啊，字不同啊，但是发音一样啊。check 啊，它大写啊，捷克人或者捷克语啊。Dachshund 是腊肠狗啊。Ducks hunt 啊 ，ducks hunt， 然后 days 啊 ，days， 你看这个到底要念 a 呢，念 i 呢，什么音啊？它就是双母音 days 啊，就讲台啊，讲台啊，演讲台啊，或老师上课的讲台啊 ，duodenum， 这卷舌音 duodenum 啊，就是闲混呐 啊，东混西混了、或者浪费时间呐 ，duodenum。这是法文的啊 ，defector 啊，有人念 defector 啊，也有啊，有人念 defector 啊，都可以啊。那像我是念 defector 啊，念这个 o 嘛啊 ，defector 啊，就是事实上的啊，形容词也可以啊，副词也可以，就事实上，因为在外交上啊比较多啊，就事实上你这个地方啊，或者国家事实上已经独立啊 ，de facto 啊，所以像台湾可以用嘛？台湾，说现在不要讲台独嘛，因为台湾事实上就独立嘛。debris 啊，这 s 也不发音 ，debris 就是碎片啊、残骸啊、飞机啊、失事残骸啊，或者什么房子爆破啊、什么破掉的碎片啊、瓦砾啊、碎片啊 ，debris 啊。重点是 s 不发音啊 ，debt 啊，这个 b 不发音啊 ，b 常常不发音啊 ，debt 啊，不要念 debt 啊，不是 debt 啊，就是债务啊。那另外一个当情义啊，这个用的少一点啊。debut 啊，这个你看 t 也不发音啊 ，debut 而且电影节啊，不是第一个电影节，只有五个字母啊，看起来好像应该是 debut 或 debut but 嘛。debut 或者 debut 啊，不是 debut 啊，就是所以这个字都不好念，非常容易念错啊。decibel 啊，这个像这种啊，音标是写 e 啊，但是美国人常念decibel 啊，比较顺啊，那念 decibel 也可以啊 ，decibel 啊，就分贝啊，美国人常念 decibel。Decipher 就是破解啊，原来意思破解密码啊 ，Decipher 啊，反正第一也是字首字啊，摆在最前面，所以有第一的时候，常常重音就不是第一个音节，就是放第二个音节啊，第一后面 ，Decipher 破解啊
D 就是去除啊，去除或减少的意思。Cipher 当然是密码的意思。Decorum 啊 ，Decorum 就是礼节啊，礼貌、礼节 ，Decorum。Deduct 是扣除啊，我们说缴税的时候扣除额啊，啊扣掉啊 ，deduct 啊，这个啊啊不减税带额的 deduct。Deferential 啊，就是很恭敬的啊，形容词，恭恭敬敬啊，恭敬的或者服从的 ，deferential。Definitive 啊，还有一个 infinity 无限啊，这 definitive 决定性的啊。这形容词嘛，决定性的啊，也可以当名词叫限定词啊，因为英文文法里面有个限定词，什么东西啊？就是只能用在限定的用法，就这个那个啊啊 ，a 啊 ，the 啊 ，this that these those 啊，这些东西叫限定词，就只能限定这个那个啊，其他不是一般，其他不能用。Dehydrate 就脱水啊 ，D 就去除嘛 ，hydrate 就水分嘛，去掉水分嘛 ，dehydrate。啊 ，deify 你看这个从哪里出来不知道啊？你看这个字母的 e， 它发音变成 e， 字母的 i 它反而变成这个字这发音啊跟音标对这个非常不对称。是有文法上文法书常常会把它摘出一些规则啊，可是很乱啊，很乱啊。那外国人我没有这个问题，从小就跟着父母啊，跟着长辈念嘛。那所以我们外国人学英文就很痛苦，因为没有不是母语啊，没有那个环境嘛，啊，所以我们经常念错啊。啊，所以我二十个频道有一个这个美语发音啊，不困难了。就专门讲正确的发音啊，这个是 deify， 因为 fy 常常就动词嘛 ，fy 就什么什么话啊，神明话啊，就神话了，把一个像台湾像非常喜欢造神了 啊，林书豪打的在亚洲还可以了啊，现在台湾打的不错，可是 NBA 不够啊，但是林来疯嘛，打了几场好球，有种你就整期都打很好嘛，你打个三场好球啊，像。就被神化了啊！就造神运动，哦，不得了，那接下来就不行了嘛。或者奉若神明的意思啊 ，ding 啊 ，ding 啊，这个词就降低身份啊，贬低身份的意思啊。这是法文 ，deja vu，deja vu 啊，就是似曾相识啊。这个人好像我不认识，可是好像在哪里看到啊，好像有看过啊。就觉得这个脸我看过，可是完全记不起来，叫似曾相识啊 ，deja vu 啊，有点像日文 deja vu 大丈夫就是没事，我没事 ，delectable 啊，就很愉快的啊 ，delectable 也是不好念啊，啊，这个也是不太好念啊 ，deleterious 啊，不好念 ，deleterious。一个音节两个啊，等于是这双母音啊，等于四个音节啊，就有害的啊，或者是有毒的 ，deleterious， 这个字很难念啊，就熟食店啊，那就说你可以去买外卖啊，啊付了钱，他马上就东西炒好，可以带回到熟食店啊 ，delicatessen，delicatessen 啊，其实是五个音节啊。那这个前面讲过 ，Asian 它这边没有母音，它有啊，但是 KK 音标啊，它是很特殊，它把它省略掉。意思就是说这边念很轻啊，啊，如果它这边有一个的话，就 delicatessen 啊，就比较重。那这就得划过去了，事实上是一个音节 ，delicatessen 啊，就像 mountain 嘛，这个 mountain 啊，美国很多年 mountain。啊，念很轻啊，划过去，所以美国那种滑音啊，啊，就是一个字啊，啊，它常常有些音节划过，后面的音节划过去，然后连音啊，就是整个句子啊，有些啊非主要的字啊，就是啊，好像省略掉就连过去了，划过去，连过去，所以英国就觉得美国人在那讲什么东西啊。啊，那美国又觉得英国，你怎么每个音都发得很清楚啊？
啊，像我们的脸音华音多方便，所以互相看不顺眼啊。就像那个中国大陆啊，儿化音嘛，啊，北平话嘛，就觉得台湾怎么都不卷舌，台湾又觉得怎么大陆人讲话怎么，啊，就是这么矫情啊，怎么每个字都念成那么夸张啊 ？Demur 啊，就是犹豫啊，有反对的意思啊，动词啊 ，Demur 啊，这个舌头放最下面 ，Dengue 啊 ，Dengue 啊。就是登革热嘛 ，dengue 啊 ，deodorant 啊，也不是很好念 ，deodorant 就是防臭剂啊，止臭剂啊，也可以当形容词啊，防臭的或止臭的啊 ，depot 啊 ，depot 你看明明是 e 嘛，怎么会念到这个 depot 啊 ？depot 啊就是啊，这个写错了，就是公车啊。公车站或者火车站啊，另外也可以当仓库啊 ，depot 啊，一般是讲车站比较多了啊，而且是讲公车啊最多啊。然后你看这个有两个音，一个是 desert 啊，这没问题嘛，沙漠，它也可以当形容词啊，沙漠的啊，它一般是当名词比较多啊 ，desert。可是呢，你看另外一个发音 ，desert。开小差，抛弃啊，就当兵嘛啊，跑掉了，开小差啊，或者是公司里面要去做什么事情，开小差啊，跑不见人啊，然后就后来变抛弃的意思啊，啊，你看他就跟这个甜点，你看这很容易搞混了，人家说这个应该是念 desert 吗？可是怎么又念 dessert 啊？跟 dessert 又跟那个甜点啊？点心啊，就是吃西餐的时候，甜点摆在后面啊，两个发音是一样的，但字是不一样啊。这个 dessert 多一个 s 啊，所以这个很特殊啊。所以你看 dessert 有两个意思啊，这音念出来两个意思，一个甜点，一个是开小差啊，动词，可它名词沙漠，也可以当形容词，沙漠的啊。detail。啊 ，detail 这个比较简单啊，就是细节啊。那但是比较特殊，它也可以当动词啊，一般人不知道，可以当动选派啊，或者详细描述啊，这两个不同的意思啊。所以一字多义最麻烦啊，一字多义还一字多词性啊，这两个最麻烦啊。所以英文单字的学问最大啊，所以一般人都小看了单字，单字会就会嘛，不会就不会啊，多看要看多看句子啊，多看文章。可是单字基本功啊，啊，所以就算你单字啊，譬如说某一篇文章，你每个字都认识啊，可是你可能看不太懂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很多字它不是那个意思，它是别的意思，你不知道啊，或者你以为它用在这边是动词，它是动词啊，可是这边是用名词，甚至当形容词，就整个乱七八糟啊。所以没有一字多义跟一字多词性观念的人啊。英文不会太好，只会一般好，看简单的文章没问题了，看深一点啊，尤其长一点啊，哎，问题就很大了。Detailed 啊 ，detailed 啊，有时候人家翻成低档啊，外交辞令呢，就是国际关系比较缓和啊，啊，像中美关系一下好一下不好，啊，最近好一点变缓和了 ，detailed 也是法文了。Detergent 啊，就一般讲清洁剂了啊，但一般习惯讲洗衣粉，它是清洁剂的意思。当然，清洁剂范围比较大了啊，不止洗衣粉了，也可以当形容词，去污垢了，把脏东西去除掉了。Detergent 啊，这个字也不好念 ，deteriorate， 四个音节 ，deteriorate 啊，念快 deteriorate 啊，就是恶化动词啊。如果名词也很难念 ，deterioration 啊 ，detonate 就是爆炸啊，动词啊，使爆炸，所以加热使嘛，表示是动词啊 ，detonate 引爆啊，引爆 ，detractors 啊，那这个也是啊，跟字啊，看不太出来啊，一般可能念 detritus 啊，可能字好像这样，不是 detractors，
Detroit 就是小小的啊碎石啊碎石头小石头 ，dexterity 啊这也不好念 ，dex 啊连续呢连续三个字不连连续三个字音 k s t 啊连三个字音，那这边有个重音啊 ，dexterity 啊就很灵巧啊名词啊，因为 ty 大门是名词啊 ，diabetes 啊你看这个也不好念。Diabetes 啊，看这个字啊，大概十之八九会念错啊，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叫 diabetes。Diagram 就是图表，名词是图表啊，动词就是用图解法来表示 diagram。你看跟这个很像啊，可是发音不一样。Diaphragm 啊，它就没有肌的音啊。Diaphragm 就是横膈膜啊，这是一层肌肉啊。就是说横膈膜啊出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呼吸不顺畅啊。Diaphragm, diarrhea, diarrhea 就是腹泻啊拉肚子 diarrhea。Differentiate, differentiate, 就是一般是 different 嘛啊形容词不同的嘛差异性的啊不同的啊这是动词让它变成不同啊区别开来。使它有差异 differentiate 啊，这字不好念。Dinette 啊 ，Dinette 就是小餐厅啊，啊小餐馆啊，甚至一个餐饮室啊都可以。Dinette 啊，就是人不多的啊。Dinghy 啊 ，Dinghy 就是小艇啊，一般也常用救生艇啊。Dinghy。Diphtheria 啊，也不好念，看多难念啊，啊看这个字多麻烦了。PHTH 连续四个字应该怎么念嘛 Diphtheria Diphtheria、啊、白喉也是病啊白喉症啊也是一个病啊Dia、啊、它不念 D 然后这个 I 呢念成 I E 呢、啊、又不发音乱七八糟嘛 Dia 就很可怕的啊，或者是很悲惨的啊，然后 Diva 啊 ，Diva 就是女歌剧的主唱啊，歌剧啊，但是现在比较少啊，但现在叫一流的女艺人啊，就是就说她是演技啊啊很有名，一流的女的啊，这不能讲男的啊，女艺人 Diva 本来是一般最早是歌剧的名伶啊 ，Divan 啊，不是念 Diva。Diva 啊，都不是 Divan， 就是长沙发椅啊，然后另外沙发床也可以，就长，大概可以坐三个人的 Divan。Divorce 啊，就离婚啊。其实、啊、这个音标写的不太准啊，应该是卷舌音啊 ，Divorce 啊，但是这是英式的啊，英式的音标写法，因为 O 是不卷舌，可是 R 卷舌，所以它带卷舌，应该是写那个啊，那个 O 啊，这个不是一个圆圈的 O，divorce 啊，又也可以念 divorce， 也可以念 divorce， 两个都可以啊。Doubt 啊 ，B 又不发音的怀疑啊 ，doubt 也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 ，doubt。Dove， 它不念 dove 啊，它念 dove。不卷舌带耳钉 ，Dove 啊，小白鸽，那时候鸽子啊，那个什么还不是还有一个 Pigeon 吗？啊 ，Pigeon 跟 Dove 差在哪里啊？比较小的小白鸽，白色啊，就小白鸽是 Dove 和平鸽嘛，啊大比较大一点，体型大一点，大灰鸽，像有时候什么教堂广场啊喂鸽子啊，那个就不小白鸽，那个是大灰鸽 Pigeon 啊，体型大小的小白鸽是 Dove 啊，或者温和派人士啊。Dowager 啊，这也不太好念啊。Dowager 就贵妇啊，啊，通常就是老公啊，啊，可能是名门望族啊，做大官啦、啊，大老板啊，这太太。然后常常讲是比较年纪偏大的老贵妇啊，用的比较多一点。Dowager 啊，所以外国人常常讲那个慈禧啊，就用 Dowager 或者叫宋美龄啊 ，Dowager。啊、就是贵妇嘛，而且都有点年纪啊。Draft 啊，你看这个看起来应该念 draft 的意思，不是啊？啊，念 draft。
很特殊啊，它是 DRFT 啊，起草，我们说起草文章啊，演讲稿啊，它的动词的过去式啊，你看 DRAUGHT 加念 drag，dub 啊，像这个 b 有发音的啊 ，dub 就英国嘛，美国没有了，英国就封为爵士啊，然后也可以是取绰号，然后最特殊的也可以当名词啊，笨蛋。啊，笨人啊，你看这怎么办嘛？啊，到底是用在一个句子里面，他到底是要封为爵士呢，还是取绰号呢？还是笨人呢？啊，他是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没写出来，就是配音啊，配音也是 dub duet 啊 ，duet 啊，就是二重唱啊，就这两人组啊，两人组的意思啊，二重唱或二重奏啊 ，dune 就沙丘啊，他念 dune。一般看到 D-U-N 一样，有边念边念成 Doom Doom 啊，不是，他念 Doom。Dysentery 啊 ，Dysentery 就是腹泻啊，拉肚子啊，或者痢疾啊。Dyspepsia 啊，它这两个念法，一个是 C 啊，也可以 C 啊，一个 sh 啊，两个都可以啊。这边是音标是写出 sh 啊，但是。我是念 C 啊，念 C 啊比较多啊，啊 ，dyspepsia 啊或者 dyspepsia 啊，两个都可以啊，但是 C 啊比较好顺一点啊，消化不了。Easel 啊，这个惊叹号这个音标就是 L 啊，但是它又不写 L， 就是放在前面的时候用 L 啊，放在后面啊有一部分就用这个啊。就是它是比较轻一点啊，如果它这边写 L 也可以放后面啊，就叫 easel 啊，但它这个很轻啊，就 easel 啊，就很轻的意思。画架以前画油画嘛，有个架子啊，或者黑板架也可以，一般是画架意思比较多了。Ecuador 就厄瓜多嘛，啊，以前也叫厄瓜多嘛，国家名啊，中美洲国家嘛，啊 ，Eel 就是鳗鱼啊 ，Eel 滑不溜溜鸡啊，就比有点像蚯蚓啊，只是比蚯蚓大很多。Effeminate 也是不好念 ，Effeminate 啊，就是娘娘腔的啊，男人啊，这是讲男人嘛，像女人气的、啊、娘娘腔的。Effeminate 啊，这个你看这个多难念啊 ，Effervescent 啊，就冒泡的啊，这汽水啊，啊汽水啊，或者啤酒啊，冒泡的 ，Effervescent 啊，不好念啊，这个 S N 中间有个呃的音，但是表示念得很轻，所以拿掉 ，K 音不要拿掉，本来应该有一个啊，如果有呃的话就 Effervescent， 可是它去掉就。Effervescent 啊，就滑过去了。Effete 啊，这个不好念。Effete 啊，当然有人念 effete 啊，也有啊。Effete 就是衰弱的啊，或者无能的。Elephanting 啊，像 elephant 是大象嘛，可它是大象的形容词啊。你看形容词怎么搞那么难念 ？Elephanting 就是好像大象的，那就巨大嘛，大象很大巨大嘛，然后。像走路很慢嘛，就很笨拙的啊，有这些意思。那这个不好念 ，elixir， 那 elixir 就仙丹妙药啊，万灵药啊，什么都这是传说了，没有这种药啊，就是一种夸张的讲法啊，小说啦、神话啦或长生不老药啊，像这个秦始皇派徐福去到东方海上找长生不老药 ，elixir。Elongate 啊，就是拉长啊。我们说 long 是很长的嘛，可动词怎么用啊？动词就这个字 elongate 啊，拉长、伸长啊。然后是 MC 啊，倒不是女人那个月经 MC 啊，而是 MC 啊，意思是也可以念 MC。啊，也可以念 MC 啊，所以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可以啊，都有人念 C 或者动词啊
担任主持人啊，担任司仪 MC 啊，应该是翻译过来啊，那念 MC 啊比较正统一点啊。这也是法文 ，amass 就全体啊，所有人到齐了啊，全体 amass。enamel 就珐琅啊，就亮亮的珐琅质啊，牙齿外面亮亮的珐琅质啊，或者啊是或者什么花瓶啊，上一层珐琅，就上一层釉啊，亮光釉啊，珐琅。也可以当动词，涂上珐琅，然后变亮啊，涂那个瓷釉那些，涂上一层釉啊。安慰啊，这个字你看也很特殊，一言他念安，安慰啊，就是无聊啊，啊倦怠啊。ensemble 啊，你看这个字也很难念了、啊、ensemble 就是整体啊，有一个整体感啊，或者是整套服装啊。两个都常用啊 ，entourage 也是法文啊，应该是从法文很多啊，所以英文就从法文特别多啊，还有从拉丁文也不少，另外还从德文、从意大利文啊，意大利文也有一些啊，而西班牙文也不少，那 后来也从亚洲啊，像祖拉米，从日本的海啸祖拉米啊，因为英文没有海啸这个祖拉米。我 Chinese 功夫，甚至连 kowtow 连磕头啊，啊就表示很恭敬屈服啊 ，kowtow， 甚至连大妈啊，就表示一些有钱但土很有土气啊的都有啊。像恭贺啊，就是合作啊 ，entourage 就随行人物，也可以当周遭的事物啊。enzyme 啊 ，enzyme 是酵素啊，发酵酵素 enzyme。Epistle 啊是书信，你就用 letter 就好啊。这个字就是比较文雅啊，所以一般讲话不会啊。所以有些字啊就是口语的啊，有些字就是书写的，像这个就有点像文言文啊 ，epistle 啊。所以你这种字用出来，老外就知道你英文不一般啊。Epitaph 啊 ，epitaph 就是啊。这个墓志铭啊，墓志铭或者碑文啊 ，epitome 啊 ，epitome 啊，这音都念得很怪啊，就大概的情况啊，或缩影啊，典型这些啊 ，ermine 就是雕啊，也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叫动物啊，小动物那个雕啊，雕有很多种，黑雕、白雕啊、黄雕啊，很多雪雕啊，冰雕没有啊，或者雕皮啊 ，ermine 二。就犯错是动词啊，因为名词是 error 啊 ，error， 动词是 err 啊。可形容词也奇怪啊，你看，错误名词是 error， 动词是 err 啊，然后形容词变成 erroneous， 又变另外一个词啊。这个 iteration 就是等等等等 ，iterator 等等啊，一般缩写是 etc， 后面有一个句点啊。period 啊，但是它原来是意大利文嘛 ，etcetera 但有人念 etcetera 啊都有啊，但是正统是 etcetera，exert 啊 ，exert 就是发挥啊啊，本来是用力啊，尽力啊，就发挥的意思 ，excess 啊 ，excess 就超过啊，或者是形容词过量的 ，excess 啊，不是 excess 啊 ，excess。exhibition 啊，就是展览会啊，或者一个当展览品啊，啊，这就很难念了，所以后来就简称嘛 ，ET 嘛 ，E 嘛 ，T 嘛 ，ET 外星人嘛，你看多少念啊？那啊 extraterrestrial， 你看多难念，就一个字，当时两个字啊。啊，这个 extra 是就是外面的啊，附加的啊 ，terrestrial 啊，就是这个地球上、地表上，就是在外面，不在地表上，就外星人嘛啊，外星人的或者地球之外的 extravagance 啊，也是帮你 extravagance 啊，就是奢侈啊或者过度啊，这也不好念啊，因为它是社会啊，就是很奢侈嘛。盛会或者可以当狂妄的言行 ，extravaganza， 不好念 ，extravaganza 五个音节 ，extravaganza 啊，不好念啊 ，facade 啊，这个字很怪异啊，
它这个 C 啊下面有这个符号啊，这个是拉丁文过来啊，很奇怪啊，看起来应该念什么 facade 啊，它不是，它念 facade， 就是建筑物正面了 啊也可以当外观了啊。如果是建筑物正面就建筑物啊，那外观的话就是当也建筑物啊，但有时候也不一定啦，就是什么航空母舰啦 啊就当外观啊，但一般是讲建筑物啊。Facel 啊 ，Facel 就是啊简单的啊 ，Facel 就是很熟练啊，也可以当简单的啊，也可以当熟练，也可以当很顺畅的、流畅的。Fapar 啊 ，Fapar 啊，就失礼啊，没有礼貌，它名词啊，你看两个字啊，也是翻译过来 ，S 不发音 ，F 不是 Fapas 啊 ，Fapar， 正面就是发笑。然后后来又把它引申到酝酿啊，酝酿做一个什么事情 ，festoon 啊 ，festoon 就花彩啊，啊有什么典礼啊，有庆祝活动就做那个花彩啊，也可以当这装饰物啊 ，festoon 啊 ，fetal 就胎儿的啊，形容词胎儿的或者胚胎的啊 ，fetish 就是物神啊，就是以前都是崇拜什么神啊，啊做一个形状啊。这个物神好像比较不容易懂，就是迷恋了啊，或者迷恋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fetus 啊，就胎儿啊 ，fetus 或者讲胚胎啊 ，fetus，fiber 啊，看它虽然是 i， 它念 fiber 一些纤维啊 ，figure 啊 ，figure 就是啊外形啊体态啊，动词计算啊，figure 啊，那当然它是。有些意思没写出来也可以认为啊，我认为怎么样 figure 就是我揣测嘛，我计算然后我认为怎么样，可以当认为 fillet 啊 fillet 就是我们讲菲力啊，牛排里面沙朗啊啊 sirloin 啊菲力啊 fillet 就是软肉啊，很嫩的肉的意思啊，就菲力肉啊或里脊肉片啊或者鱼片啊，鱼片也可以用这个啊，当初一般是牛排嘛，那个菲力啊比较软的那一块啊，软一点，这老人家啊牙齿不太好就吃菲力啊，那沙朗那些有一点嚼劲啊 ，fillet 啊就这个字肉片 ，finale 啊就是终局啊结尾啊到尾巴 ，finale，finesse 啊 finesse 就是技巧或者动词啊施展巧技啊，是。就冷杉木啊，就美国啊常用这个啊常用啊 ，fjord 这是北欧字啊，它就是峡湾的意思啊。你看那个啊挪威啊，它这个海岸线啊，歪七扭八像句子一样 ，fjord，forfeit 啊 ，forfeit 又有人念 forfeit 啊，两个都有啊，都可以。这边音标是forfeit 啊。这样子吧，就是名词是念 forfeit， 动词啊一般念啊 forfeit 啊，当然有人动词念第一个音，所以有时候很乱啊。但我们简便起见了，反正名词念 forfeit 啊，动词、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可以啊，就丧失啊啊，或者是动词啊没收啊，或者是形容词被没收的。Fort 啊 ，Fort 就是强音记号啊，或者很响亮的意思。Fort 啊，那也另外也可以当强而有力啊，也可以啊。Fossil 就是化石啊，化石，那化石嘛，古生物嘛啊，所以后来变成形容词，守旧的 fossil。Fragile 啊，英国是念 fragile 啊，英国念 fragile， 那这边的音标是 K 音标是美式发音 ，fragile。啊 ，fragile 就是易碎的或者虚弱的啊，两个不一样，一个是物品嘛，容易碎掉；一个是人嘛，啊，身体虚弱的。fry 啊，就是以前中古啊，现在比较少，就修饰啊，像头发中间的中间啊，头顶上啊剃一小块啊，头发剃掉露一个啊头皮出来啊。fume 就是烟呐、啊，冒烟那个烟呐、啊，或者动词当冒烟 fume。Sus 就大惊小怪啊，或者有点烦恼的意思啊。
这个 GAL 有两个念法，一个念 Gala， 一个念 Gala 啊，就是英国音比较，英国人比较念 Gala。你说美国关英国音什么事啊？因为美国不一样，美国东部啊，英格兰十三州啊，那边还是有些英国音。所以你看啊，像那个 CNN 啊，很多播报员他明明美国人，可他发音跟英国有点像，就是因为是英格兰十三州嘛。所以比较英式的发音就是 Gala 啊，美式发音就 Gala 啊。就节日啊，庆祝啊，节日的啊，啊，这一集讲到这里。